放在这上面充分。41.05公斤，对吧？对。所以我应该今天要完成的任务是5公斤，对吧？对，这是泄露5公斤，不是泄露，泄露5斤，对吧？啊！走，好了，先放在这里，累了吧？哇，好重啊！他们好重啊！哇，我们等会马上收线，帽子没给你啊？没有。对对对，是。老师，您的帽子为什么更长一些呢？我这里35年了，做的。好。哦。快点，可以抓起来。好。用手呀，看，哥们，你教他格斗没有？你别走，你别走。前面一个，棒棒棒棒，盖子盖好快点。来，把这个盖子放在这里。